怎么了吗？那考什么蚌壳之类的吗？不能够只留下，就是做那个把壳打开的那个吗？戒符棒吗？那没办法，不然就要打指令。只留下那个把上面那个空壳的部分清掉，只留下那个的。我好朋友。嗯。那应该要设置一些，就是可以用指令把某些生物可以调尺寸，像把鸡可以放，可以调大一倍，这样子，原本的两倍大。有没有这种指令？可能会。史莱姆可以这样搞，不知道其他有什么。对啊。哦，题目的话是已经有先想好一个了。啊，可能。第一个题目还是跟圣诞节有关的，啊，毕竟还是十二月。那第二个题目可能会比较偏新年之类的。新年？什么新年主题呢？啊，新年主题，新年有什么主题啊？新年是牛年嘛，对不对？怎么？对啊，怎么是国历的新年？这是什么生物啊？啊，他被泡岩浆觉得冷，就像我们明天天气会降温一样。他看起来像是那种娃娃鱼的感觉，长脚的那种娃娃鱼，然后看起来又好像那种那个地中海秃的那种老头。毛很少，毛很少。对呀、啊，哦，自主手。然后没有啊，圣诞节那个就简单一点啊。说到圣诞节，你会想要什么？然后那个，然后你提出来的题目就是那种圣诞节的相关的人事物这样子，这样会比较好改。哇哦，对啊，像这样子的话应该会好改很多。错觉嘛，我觉得好像有比较累个一点。卡的，1.16.4嘛。他的画质有极佳哎、欸，天哪！你跟我开玩笑吗？超棒，超棒的，不要。Yeah. Excellent。我把它调流畅。做的是极佳，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超棒。我的。极佳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啊。想他们那个，我是有装 Optifine 啊，所以比较没什么感觉。我没装啊，可是也没什么感觉啊。啊，1.16.4的 Optifine， 还是说我的粒子效果没有调好，总觉得粒子效果不到全部。界面，然后实体显示 ，FPS 我调啊，90就好。海王插在猎捕海鲜。这根本就烧烤店嘛，这还惨啊！挂掉了。哎，不知道为什么那个你那个鸡啊，弄出来之后，然后旁边放那个戒符棒，然后最左边是那个什么自主兽，看起来好像是他的眼镜过程还是什么合体之类的。变身嘛，1+1=2。对。炼金术，那个长脚的戒符棒之类，长脚长毛的戒符棒，对啊，长了脚，然后翅膀就变成它的毛了，鸡毛。是啊，我中间那个就是西罗。你说最后西罗会站在第四格那边吗？西罗跟飞鸟合体会变成什么？自主兽，自主兽。啊，鸟罗本嘛。一变本是吗？一本啊，请各位观众自行想象会变成什么？这边提供了一个其中一个答案。鸟罗本啊，还有什么？还说请各位观众自行二创是吗？哦，这个也太嗨了吧！怎样？那个三八，我说三叉戟，我不是说你啊。哦，我丢了、啊。哎呀，很像什么流苏之类的东西耶！天哪。嗯。哎呀。超自然震动，美加那个美加牧师已经超自然，已经不在。这是在什么学校吗？怎么发生什么事了？应该邪教仪式吧？
这边在示范西罗跟肥鸟合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What the fuck？ 我开始越来越无法理解 YouTube 的演算法逻辑了。肥鸟上，西罗上，因为。我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 YouTube 的演算法一直在喂那个之前那个 1.6.4 模组生成的影片给我看。哦，因为最近 YouTube 比较喜欢推那种很旧、很旧、很旧的影片，动辄五六年甚至9到10年的影片。1.6.4好。看看看，想那个、啊、知道了吗？现在你会看到是10年前的影片了、啊。哇、啊，尤其是那种不到一分钟的影片，然后有100万观看以上的，会非常容易推荐出来。这是考古学的意思了吗？对，影片太长的不行，要1分钟以内的。哦，这个是这个三叉戟蜈蚣症。啊，有点恶心啊！这无法消除啊，这里不知道、欸，过一阵子它会自己不见吧？哦，自动消失吗？圣诞节应该好想吧，反正我也没有提什么奇怪的。题目之类的，那要素该想的应该蛮多样化的、啊，人事物都可以的情况下，该不会出什么偏差吧？改了 ，maybe， 下啊啊啊！为什么这边这个它变色了，变黑色的？它好像有卡在方块里面，就会稳定下来。是啊。看起来就好像，看就好像那个深海守卫的感觉。为什么？对呀、啊，它在方块里面就不会震动了。那如果把这一坨插上方块怎么样？也是哦，也会变黑吧？哦，好恶心哦！哎、欸，鸡的话，它会有那个吗？生鸡的生怪蛋吗？还是没有？鸡有啊，有鸡的生怪蛋。鸡的生怪蛋长怎样？就也是生怪、哦。看到了，它长得一点都不像鸡的蛋的样子、啊。对呀、啊。为什么有铿锵铿锵的声音？那个踹等撞到怪物吧。我把它调小声一点。锵！啊，好多鸡！啊，是肥鸟。肥鸟龙卷风。然后今天不会出现啊！啊，各式各样的方式存在于这里。哎呀，作者是说他新增一个功能，就是如果有人中途断线的话，拆下一体的人可以直接开到上一体的盖的过程，就他会开一个窗户给你看的。开窗户？对啊。开窗，这种敲不到。敲敲敲，然后敲什么？不知道，就是那个哦，三叉戟戳不到。也许太多，直接被弹出来了吧？太多只是有杀到一只的、啊，有啊，有死啊。哦，一次一只。我有附幻雷啊，他应该会招雷啊。哦。哎、欸，那幻雷不是要下雨天才会有吗？是吗？用这样史上最快的速度残杀肥鸟，好像是下雨天的时候才可以换雷出来。哦，咚咚。那各位观众大家好啊，我们今天是 building game 年终 building game， 没错，年终要来搞建设。对，不对，我礼拜四才要开始。啊，这礼拜四开完，礼拜五就要去打仗了。打什么仗？啊、哦，1月1号啊，要投降打工，当打工战士，一次要应付几百个人啊。当社畜的意思了吗？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不可能。好了，大家都有先那个跑进去里面的哈，那应该可以先准备开始。啊，好啊。是圣诞节是。圣诞节特辑 ，Yeah， 题目是圣诞节的。说到圣诞节，你会想到什么？然后你的要素是那个人事物当要素，三个都要吗？不用不用，一个就好，一个就好，选择一就好，符合人事物这个主题就好。圣诞节会想到什么的人事物？
圣诞节你会想要什么？然后里面你可以提出来的选项是人事物这样子。哦，我想要一个，可是感觉很难呢。哎，五个字以内，五个字以内啊！我突然想起来，字不限制一下的话，真的会无法那个调整。太早讲了，你不限制是我要打超长的说。你看，哦，所以五个字的话，那就是人或事或物嘛。人或事或物，对，择一择一就好，五个字以内。你看，马上要堵掉红豆那个小心思。马上堵掉红豆那北七。什么？说到圣诞节，然后不要。不要拜托，不要用那个什么素材啊！为什么你桌面上会有一整，会整天会有一堆糖果？虽然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再讲一次，不要用素材啊，不要用素材了事了。如果你是那种盖很大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是做装饰性的话，我可以接受。可是你不要下次出什么苦力派，就给我放一个苦力派头子。说到圣诞节，会想到什么人或事或物？五个字以内。好麻烦哦，五个字，我现在打几个字啊？一二三四，你到底是你到底七个字？你到底想干嘛？哦，全部丢到隔壁桌，都这么顺手啊？该不会隔壁没人吧？我现在开始觉得红豆是个雷了。为什么？啊，你是个地雷啊！我要去隔壁串门子，来偷看隔壁是谁？看看，还要串门子？没有，只好奇隔壁是谁而已。你好奇没有用、啊。刚刚没说到限制的时候，我也没想到是地狱厨神要做威灵顿牛排，跟我讲的差不了多少嘛。可是字太多了，所以换一个简单。你该不会就只写了威灵顿牛排吧？威灵顿牛没有啦，我换另外一个了。为什么是威灵顿牛排啊？他好像有在圣诞节拍一个影片，教大家怎么做威灵顿牛排、啊。很久以前啊，我刚打那个 Google 那个打关键字，我打威灵顿，他给我跑出威灵顿牛。威灵顿什么东东？威灵顿公爵？不是，我刚看到好像什么很奇妙的东西。威灵顿牛排披萨。哦，那个、哦。为什么？看起来超恶心的，好不好？哎、欸，这意外的威灵顿，不对，那是威灵顿牛柳，是英国菜。对呀，威灵顿牛柳。还有谁？可是杰森跟 C 罗。可是你说的那个地狱厨神，他说那个威灵顿牛排，那个是2017年的。对啊，他的频道的影片，他会针对不同季节推不同的影片。你是说他每次拍影片都只会拍威灵顿牛排的意思吗？应该是你问说，为什么不说每一年感恩节都拍火鸡啊？这不是一样的意思？有可能啊，有可能。可是火鸡有好多种做法，可是他就只拍威灵顿牛排。威灵顿啊，十分钟对不对？十分钟就强制了，对不对？对对对，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哦，好，这个是看不到是谁出题目的状态，很好。所以你要算账，就等之后。等一下，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要请问一下，我要干什么？我 Discord 在重。等一下不在啊？好险，我没有出这个，又要撞题喽。我 Discord 在重复断线，我要一直重开，重开。噔噔噔，我想知道一下，我这个东西我到底要盖什么？噔噔噔，再见希尔，就这样子盖。没有他什么东西都没给我，他什么都没给你。对，然后他五个字非常烂。哦，大概是这样，哈哈。大概是红豆给的。大概是红豆。为什么是我？因为你是乱源。无法反驳。先拆红豆，先拆这个，拆以为是乱源，先拆我，然后以为不是乱源，还是拆我，是不是？因为你的钱，那这五个字看起来就是乱源的啊！没想到又有他的事情了，看图说故事啊！我这边就只能把我的断带是绿色还是黄色的、啊？黄色的。绿色、黄色缎带，怎么好像哦缎带啊？那应该跟我无关呢。七彩颜色，我现在这叫做看那个拆文解字，看图说文解字的话应该，你说缎带的话应该跟我无关。他也许在讲一件事情哦，也有可能是一个行为，对吧？对吧？那就符合题目嘛，人事物。要出事的那种吧，人事物。对呀、啊，
在想要怎么呈现，才不会太复杂。我要尽量亮起来，让这东西看起来双面是一样的，不然盖起来一定很难看。啊哈！有没有比较白的按钮啊？好像没有。记得麦块好像有这个东西，直接拿出来放歌当做教主好了。教主。教主，我该出场啦！欸、真的、欸，可以当对照组哎、欸。哦，那就照着盖吧。太棒了！这样会不会太……啊，也可以啦。可是我大家记得材，要记得材料，不然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嗯，房子。通常都是用血嘛。哎、欸，所以那个，所以其实全台就没有那个圣诞那个跨年活动，是不是？有啊，台北跨年照办啊。还是有啊，只是都有限人数跟要实名制、啊。台北哎、欸，台北限八万人吧，印象中。刚刚看到的。啊。Okay.然后寺庙的活动还是照旧啊。如果中断寺庙的活动，大概会暴动吧。对啊，重点是那寺庙活动是要熬夜排队的那种。发仙母吗？那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半夜十二点跑去插香的，就是投香嘛，对不对？那是初一吧。对啦，我们这个是要排队领号码牌，要抢、那个啊。是初一没有错啊，初一呢？抢点，初一啊，没毛病。抢点真的名额。抓那个初一没错。初一没有错。对。啊，只是现在问题是不是会变很冷吗？对啊。然后通常那种会来排队都是老人家。啊，出问题就说那个。啊，现在不会啦。对，而且他不是要从。晚上排到半夜，再排到早上那种。糟糕，我们不然你把它改成正方形的、啊，算了。正方形，你要给它挑高一下，拉皮。我不会。哇，红豆爸，红豆很生气的讲，我不会。他不会，他不会。我就是不会。不过每次真的每次来这边，这边都有种被霸凌的感觉。还好吧，这没有变成红豆汤，还不错啦。哇。我记得还好啊，换个颜色好了。你今天会发言完全就是因为你前面说的，是因为你前面讲的北七话，对，因为前面讲了一个非常干的干话。你说鸟罗本吗？不是，哦，那个也可以算是一种吧。那怎么算是干话呢？等一下，我是陈述事实，但是非常，但是非常干话的，这是观众所想要的东西啊。啊，稍微有一点正方形的感觉，有 feel 了。你在麦块里面盖不出正方形，会不会很糟糕啊？不是啊，盖东西很难盖成一个完整的正方形，这四边等长很难，我顶多把它盖成长方形就很不错了。为什么？因为这东西不好盖啊！为什么你没办法盖一个很正的正方形？因为它歪的，太正。因为我懒惰算格数啊。因为你歪的吗？太正了。哇！我把它盖成另外一个东西了，反正上就好了。另外一个白色。哎、欸，我基本上应该是想那样盖啊，本来想盖人上去，可是看我先把主体先盖完再说。希望猜题的人能以圣诞节的角度来猜。以圣诞节角度猜已经是很仁慈，这样才不会猜歪啊！真的，我这个东西应该从刚开始就会歪到没天理吧。歪到大楼，哇！这个歪好歪满，大楼盖起来。对，这个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盖。等等等，这个不好，我也不知道怎么盖。
他题目出这一个，我只看过另外一种形式，没有看过这么大，所以猜题的人可能会猜到另外一种东西。对，我好像这样盖完之后，发现猜题人可能往会往另外一种方向猜，忘就有点惨了。啊，接近就好，有像就好了。总之你，总之你盖的要有诚意啊，没有诚意，然后说你盖着就是这样子的话，那才是最要命的。大概就是这样。加一个这个，为什么我看到已经有人当 building 啊？哦，他说 easy， 他会写 easy 吗？然后可以用告示牌打 ，OK， 好了没？这样要东西，要有，哦，有普通的红色，嗯，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不够红啊，大概就长这个样子。我现在有这个东西，那就拿这个就好了，也比较好走。我现在在想象一下之前在玩那个什么游戏，突然忘记哦 ，Trough 的时候，85秒。前 Trough 的某一个生态域里面的怪物的感觉。啊！好吧，先这样子好了。哈哈哈！噔噔噔！好，可以开始来换手机了。滑一下，啊！啊！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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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好，那这题盖完了，就这样吧。就是这个样。换砖好了，安尼好，死，很好，很巧，感觉另外盖太小了，刚刚好，猜题，这个大概是一个动词吧，我猜，哦，哦，这什么东西？easy， 这个应该是大的。是这个叉叉的位置是它代表它是受词，所以就是你要当这样打才可以，对不对？但我觉得这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这种怪怪的感觉的，有一点像。我看不到隔壁的 ID 是谁，刚才 ID 看起来蛮长的，就是我怎么去我连我 为了要符合这个题目还特别把那个字给签好签满，真的是。可是我猜题要猜五个字吗？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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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你可以猜一个字就好了。啊，一个字烂，嗯，不是啊。啊，我看不到对面墙是谁，对面墙的 ID 看起来蛮长的，这到底是谁啊？这个，这看起来也不像圣诞老人啊。然后前面这个看起来怎么有点像坟墓？这不是万圣节啊？为什么？我阿婆啊！像坟墓，然后还点灯啊！叮，点灯，点灯，哎呀，啊！
欸，前面还没丢武器是怎样？你是想干嘛？干哥想想，我真的想不到这个是什么鬼嘞！到底是想到什么嘞？啊！如果连歪的都猜不到，那就代表它代表这只不会就飞不起来哦。哦哦哦，懂懂懂！我现在脑袋完全没有画面的。哦，原来是你还没有猜到。有啊，我现在脑袋还没有任何的什么什么联什么联想的那个想法，完全都没有。可能你要呼呼几口大麻，你才可以有想象力。完全看不到我隔壁那个是谁，我知道看起来 ID 蛮长的。等一下，我可能找一下。蛮长的，你的 ID 最长了。对啊，你的 ID 最长了。我的 ID 最长，但我隔壁的 ID 看起来蛮长的，看不出来是谁的事。哦，他看起来不是风破就是若琳啊，因为他看起来在飞。啊、第二场跟第三场的，我没有装 OP 放，不然我就直接放大镜看那 ID 是谁了。嗯，好，好，嗯。CEO， 你要想啊，圣诞节小的时候，圣诞节会有什么娱乐项目？吃卫生纸。What？ 啊，或者是咬苹果会教你做什么东西？咬苹果，咬苹果。我觉得我每年家里圣诞节还真是贫乏、啊。咬橘子趴在桌上，连个礼物都没有。咬橘子，要咬橘子。嗯、有些小学或幼稚园学校可能会教你做一些东西嘛。哇，连哇连观众都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嘞。完了，哦、看让我想要去偷看你的聊天室。我本没有人知道。那就挑你觉得像的就好了，就挑你觉得哦，你觉得可能的。怎么办？我就想要去偷看你的聊天室。请停止你的好奇心。对呀、啊，全部都是问号，观众全部问号。有车拆车，有房拆房。那个一个凶手加两个尸体怎么办？嗯，尸体派对吗？还趴吗？圣诞 party？ 或者是一个人倒在地上在呐喊说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然后其他两个人在旁边看他，那广告看起来好老的感觉哦。是吗？这不是十年前的广告了吗？广告好像年纪快比我大的感觉。他放的是这个吧。哎，等一下，yeah, 怎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题目啦？哦，好，这个谁圣诞节要做这种事情啊？告诉我。好哦，哦，好哦，悟星说好哦，好哦，好哦，我要让火焰持续燃烧，我要放地狱眼，对不对？对，让火焰持续燃烧，烧起来。地狱眼在哪里？我在想，我金砖在哪里？金啊！可是这样不能上面不能放羊毛哎、欸，这样它可能会烧掉哎、欸。所以我说那个金砖呢，在那边呢、啊。我觉得在那边，我看到了。嗯。那你要怎么盖？怎么盖呢？嗯。我想要帮他盖个基本的东西出来，可是想想那就很花时间。哦，我就想要直接打指令叫一个那个人的头颅出来，用比较快一点。你看，开始，开始各种素材，开始各种素材是吧？想打人柱，好不对，想盖人柱。可是我不知道飞鸟的 ID 什么，想不出来。啊？那你就聊天室那个呼叫一下飞鸟试试看啊，或许他会出现。没有，你那个很明显就是你只是想要把那个人叫出来了事的，不行。我觉得我就算不用把那个东西盖出来，应该
大家一看到应该就知道我的，应该就是题目都知道题目是什么了。是啊，知道是知道是一回事，盖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啊，盖的是一种诚意啊。这是不是代表说那个黄豆没有诚意？我都觉得我抽到一个烂题目。没有，我真的觉得我抽到一个烂题目，谁这烂题会做这种事情啊？哦，就是会这样子。妈，你也要想到底是谁会想这样子做？哇，我怎么觉得这个应该是西罗出的题目？哦，什么题？我说源头啦，不是说这，不是说现在猜题者啊。西罗会出什么样的题目呢？我觉得我出的题目还蛮正常的啊，正常像，哇，正常像啊，正常像，那有可能就不是你了。我出正常像，而且说最近好像也有其他 YouTuber 有弄过那个东西。啊？啊？有过，应该不是你。有交换礼物系列的哦。我没有，应该带不是你这样子的东西的，太浪费时间了，我说都改了，算了。接下来是要拿出放一只实体来看，到底怎么样？哦，这个基本的话应该还蛮快的，这样子的话。只要听到那个侧身，觉得好像是我会干的方式。那可以。听上去很像是我会进行的方式。我是盖45度角。哎呀！啊！弄得不好，他就变秃头了。秃了。是把它去掉，然后拿回刚刚的东西。这个还要留着，所以这个就拿掉，换成羊毛跟。还是那张图吗？没想到是那张图啊。3D 的 2D， 所以是贾斯汀吗？贾斯汀，哎，哦，这边这单弄不出来，所以只好，好，需要，东西去哪里了？啊，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这样就好很多了。哦，然后接下来是，哇，那个，这个也麻烦。
老师现在时间还够，我应该盖得完。应该盖得完。只是就不会有那些装饰品。啊，我忘记这个东西的顺序是怎么样了，算了，管他的。啊。可是他那个装饰跟我要的东西混在分在两边的时候，我觉得很麻烦。啊啊！不小心把冰块融化了，完了，完了，大危机！王大就这样死掉了吗？他就这样死掉了。大妹，苦累大妹，大妹，大妹得死，大妹哟，收到了，大妹哟。大妹，大妹哦！啊，我的艾斯全部都，艾斯啊！啊，你要用 blue 艾斯 ，white dorago， 这样子才不会融化。我现在想办法把我那个部分这边弄中空的，看起来有一种那种感觉。啊，我放到那个，你放到那个是怎样？放火！放火！啊，又要放火了！又在烧，对吧？烧起来！又开始烧了，天哪！对呀，又开始烧起来了！烧烧烧烧烧！啊，这样火应该够烧很久了。有没有看起来更像复杂？应该可以了。啊，我知道了，我知道这要怎么弄了。哦，金鱼盖好了，应该不能出去。可是我这次想要盖精致一点，难得有看到可以比较好发挥的材料，当然是想盖好一点。看一下那个土地板要怎么样。好，分钟。哦哦，不能这颜色。哦，加油！啊！有话是啊啊！剩下一分钟了，时间够吗？其实够了，只够了。你刚才出现很奇妙的东西而已。加个箭头指示一下好了。嗯。只没有那个颜色，觉得很可惜。对呀。OBS 如果说加这张图片的话，会不会能不能加 GIF？ 啊，就这样啦，不管啦。哇，来不及盖第四个。哎呀，不客气了，那个冰液融化把我的计划全部打乱了。命名，这是什么？这怎么盖这么？好了，怎么盖这么富丽堂皇？这是要我干嘛？如果你看到的是不是？你要住在里面。叉叉。嗯。哇！后面怎么回事？可是如果是盖你们讲的这个东西的话，那根本这也太贵了吧？谁可以告诉我这下面挖坑啊？嗯。不是，我怎么看到后面是透明的玻璃啊？对，他刚刚以为。如果是房子的话，说不定风波在我后面，不要被表象的东西牵制住了。为什么是玻璃？他刚刚以为有人断线吧？是哦，因为他说如果有人中途离线的话，他会开窗给你看前面的盖的。哎呦，哦，这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就猜这样子。还是没有盖出 logo 啊，但是我觉得像是，但我也觉得应该只是普通那个东东而已吧。因为你讲的啊，哈哈这个应该只是基本的款而已吧，应该只是要表达其他的一些东西，那个光泽之类才这样弄。就
尽量还是五个字啊，尽量还是五个字了。如果你是要拆字出来写的话，那其实没有必要了。我还是我刚写的，那是什么啦？反正错就错了，又不会怎样，只会让人困惑，这到底是什么而已？到底大家都不是。看起来不像啊，他旁边这些色泽完全不符合你们说的那玩意儿啊。太不像，我觉得不像。笑死了。嗯。哦，最后一个是我，最后，啊，好，我讲，这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这跟圣诞节有什么关系啊？我问个问题，是冰砖才不会融化，还是冰砖不会融化？哇塞，我突然想要素材哦，大家没有，才用好用满。哇，我要素材啊！算了，我用那个蓝果好了。大没有，大没那都有。只是全部都那个颜色很诡异啊，所以我才没有那样踩啊。哎，哦，盖太低了吗？不行。对对，还蛮好奇。指出了这样的题目之后，到底可以盖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一直在避免出太困难的题目，可是我发现好像不是我题目出的问题啊，也更不是题目的问题，是盖的人的问题啊。盖的人，那就要鼓了耶，鼓下去，然后一二三。你说根本不是我题目出的问题吗？这个东西我要怎么盖呢？要怎么盖呢？你要怎么盖呢？你要用两种花色，只用一个。哎，白色好了。不想盖内装了，外观有效就好了。原来还需要内装啊！我都想了想，还是不追究内装的部分。不是啊，盖内装到时候没盖完，然后又盖出个四不像的东西。哎呀！哦，说到点了，先求有，再求精。这到底蓝火去烤雪会不会融化、啊？你可以速速看，可以旁边弄个对试试验组试一试嘛？我们没有说不行。我觉得等一下考完，我的房子整个直接原地消失。我不是说了吗？旁边弄个试，在旁边远一点的地方做个试验的东西啊。我没有叫你直接哪里现在有东西直接试验。反应应该很快吧？刚刚才有人尖叫过而已。不知道要考多久啊？先放着让他考好了。什么？放着让他考、嗯？你现在是想要低温碳烤是不是？你是想要烟熏是吗？烟熏冰块，那你要拿萤火才对啊！始终搞不懂，我是拿萤火啊！而且那个猜题的人总共猜了六个字，那就是弱人了。杰森啊！哦，那刚刚有洛林说他能不能猜六个字啊？原来是洛林，我
觉得我盖着好了，等一下东那个东西融掉就算了。这看起来就是有涂酱的，有没有？看起来不会啊，从刚刚烧到现在看起来是没有融化，应该还好啦。那就可以、啊。你离开那一刹那开始融化。我直接上网查灵魂萤火会不会融化？会，不会？你用火，你自用火。Into fire。哦，它枯掉了。你说那个珊瑚礁嘛，它没有水的话就会枯掉了。我上一次的时候想要用月饼的时候，结果发现头上面把它加装饰之后，它就直接枯掉了，所以我就知道它不能再用了。啊，虽然颜色不对，但造型还蛮像的。啊，坏了！哎，并没有血，会不会被融化、欸？我叫你试试看的意思、啊。可溶于水。跟骑士写说会对蜜蜂产生，会对蜂箱产生影响，并没有写会不会融化。跟骑士一样吗？不溶于水。嗯，骑士溶于水，不溶定律。当然，不败定律。就跟对波躲避影啊，躲避书是一样的意思。他不是那个吗？战队有书心的，你会觉得有兴趣吗？我跟你说那个，哎、欸，是机械战队，我还没去看。他有那个角色造出来了。我现在还沉浸在泽塔的香之中，烧泽塔的香。而且我觉得泽塔真的是，我看那天帮我最近的是泽塔帮我香的香，是不是该买他的模型跟变身器了、啊？其实当初有想啊。我觉得我这个脑浆太粉了，算了，不管了，都 fucking care。看怎么突然"竹"的意思。哦，那个我手机在震动啊。什么超自然震动？然后手机在超自然震动。高手，这个色泽，这个图案看起来像恶魔果实，会出现那种纹路。为什么？我有点像哎！天哪！恶魔果实，我觉得好像还蛮看。这个双剑刀应该是没有融掉，应该还好。然后，它就死掉了。然后它就死掉了。不对啊！我这样怎么做的？那好像哪个怪？就是怪怪。怎么这样说？这个有点难揉啊！算了。因为只需要盖一个，所以我就可以盖得很比较精致。I'm building。对啊。没有眼睛的人，对呀，有的时候不一定需要五官就可以看出是一个人。不是啊，标定盖这种还有时间限制的时候，其实就不强求要有眼睛的了。我现在努力弄那一双鱼哦。哦，我的西罗要盖100分的建筑。不是。啊。那如果盖错是零分的怎么办呢？哎呀，现实是残酷的，希罗。理想是100分，但是会不会超过100分？大概是负100分。负100分吧。是负100分。勇气100分，实际上零分。Bingo！ Bingo！ 没错。那没关系，这个是本来这样就可以了。Yep。所以我上周的时候丢了那个，
飞鸟的 gift 档，本周那个上周的最佳 gift， 上周的最佳 gift 实在是太经典了。好了，就这样子了。二十秒。这是六个字的威力。哎呦！哦，这是什么？蛙哥啊？不是啊，不是啊，你啊，我知道在指这个啊。问题是这个是什么？他身上没有动，身上没有动。动？嗯，这东西是一个物品吗？还是什么？我要把它打爆之类的吗？看到后面被开了一个玻璃。我刚刚不是说过了吗？不是啊，没有啊，可是也没断线啊。不行，对啊，跟上一集的一样。这个我真的也想猜六，这个我真的也想写六个字哎、欸。不行，那个就是，爸爸那个风破应该是在我后面的、啊。你那个算是物品对不对？比较组，然后那个就是洛莲出的六个吃的东西啊，所以大的跟小的，它就是一个比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盖它的。那比较它是什么什么比较、啊？比较什么东西啊？反正就按照你的想法猜吧，反正一定不会跟我原本想的那个答案是一样的。我真的想猜这个答案。好，那我就随便弄个我觉得大致上可能是的。我这是看不出来。我能不能用七个字啊？我只说这个物品的话，那有两个方案啊。可是我现在觉得比较像是这个，反正都最后了，怎么猜都没差。啊，最后了，猜错也没差了。就这样子啊。就啊，就啊。第一题，交换礼物。嗯，我们每年都在玩的东西。两个礼物互相 exchange， 没错啊，这样子就简单多。我本来还要盖人，可是想一想算了，算了。好，这个应该是最好猜的，对吧？交换箱子，交换礼物，你们有东西吧？啊，礼物是空的，你们两个都是交换纸箱吧？啊，交换那个包装纸啦，交换垃圾，交换垃圾。哦，这个盖不错，这个不错。就是那个珊瑚，想说会不会、发现它样子还可以啦。哎、欸，等一下，这边它没有写说是谁盖的。哦，对啊，可能等一下设定一下。所以这个是悟星盖的，那是我盖的。风破盖的时候有风盖的时候有烤鸡大餐。一开始的时候有出现我盖的，可是后面没有。烤鸡大餐哦，好吧。烤鸡大餐。烤鸡烤，你是不是在抽烟？哦，对不起哦，反正怎么烤都好像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烤肥鸟，为什么它烤的过程中逐渐变肥啊？对啊，可以用这个哎、欸，这个熟了哎、欸，这个已经熟了，加酱汁，然后那个有没有那个刷了烤肉酱有没有？啊，是什么北京烤鸭的方式烤的烤鸡？用蓝火来烤啊，肯德基哈，肯德基，可以在快乐餐啊。这是谁盖的啊？哦，洛林盖的，肯德基还有这个雪士可乐吧？百事可乐，百事可乐，快乐餐，啊，我没有盖可乐啦，我只有盖基本的而已啦。会不会变成麦当劳啊？变麦当劳了，是吗？变成麦当劳，变成对手的了。哎呀，哎呀 ，logo 出来拱门了，怎么办？看站着吃哎、欸，天哪！他在吃什么？吃薯条哦。看不会上火吗？这真的是吃，这个真的会上火的。再来，姜饼城。好，姜饼城。其实姜饼城到底是什么？不是姜饼屋吗？就是姜饼屋，就是姜饼屋。糖果屋啊，糟糕了！用这个盖的话啊，糟糕！啊、糖果屋，可圣诞节就是姜饼屋啊，
完了，完了，Sugar， 这是什么？完了，雪屋，完了，不是因为你干的那个东西都很没有任何一个像是其他颜色的东西出来，我整个。好，还没循环。你没有其他，变成白色，没有一些其他颜色的关系，所以就礼物自己配是什么？所以我刚看到这个屏幕，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盖。所以我就讲不是我妹。我猜送礼被拒绝，送礼被拒绝。对啊，这个你看这个盖的跟第一个不是一样吗？就盖出来的结果的话，的确是一样的。圣诞礼物，这哦，圣诞礼物啊，这个包装好细致啊！哇，这个看起来我觉得很花，天哪！对啊，就是这个会发光的那个包装纸啊，我觉得很像恶魔果实。对，我也觉得像恶魔果实，我一看是就放闪的情侣啊，你知道旁边那个吗？放闪的情侣，这根本就是神倒在这边，根本跟坟墓一样。不是不是，先不要跳，先不要跳，这根本就看起来像是什么纸扎人之类的那个巫毒仪式啊。这个人的表情，这诅咒仪式吧？这个哦，看到看到看到啊！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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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哈哈哈哈哈哈！我呀，少他后来有这个玻璃把我第三层给去掉了啊！我本来想说盖三个，瞎火呀！时间管理大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有像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是盖那个猪了吗？不是哦，啊，小猪啊！时间管理大师。大猪小猪啊，他以为是多，他以为是大轰趴啦，小猪破满，新闻让新闻啦，大猪小猪啊，哎呀，变成了猜，铃铛铃铛，我里面还有盖那个铃铛，里面会那个会动的那个，你们会动吗？不会动差评啊，哦，那，锵锵锵，为什么上面很像打叉叉哎？可是看了一下才知道原来是。对啊，这边有没有那个结啊？有没有红结？你瞬间以为是叉叉？圣诞铃铛有吗？我爱有吗？最后一个旁边那是怎么回事？旁边是想盖什么东西吗？那个是音乐吗？哦哦哦！圣诞哦，是音符啦！完了，我爱有，猜了，完了，这是圣诞，完了啊！那个音符，再回去看一下烤肥鸟。啊！再看烤肥鸟啊！看再看一下烤肥鸟，烤鸡大餐还可以传送。不是，你看这个烤鸡大餐，刚开始还是白的，然后逐渐橘掉，最后烤熟了，不错啊。前面两个还是白的，到最后是橘的。哎、欸，熟了就熟了呗，是不是可以吃了？它在膨胀，然后最后就直接蓬松酥脆这样。谢谢嘿。我没有想到可以用那个萤火再去烤它、欸，然后重点是皮扒开之后是鲜奶油，它从火烤火烤之后慢慢变成烟熏了，哦，里面是鲜奶油哎、欸，我以为里面就只是单纯鸡肉哎、欸，鸡肉也是白色的、啊、也 OK 啦，鲜奶油鸡肉、哦，烤完里面是鲜奶油，根本就蛋糕吧这，哦，看起来很像，但切开发现是蛋糕。吃蛋糕了，吃蛋糕了。好多 cake 的，所以要从中间切开是吗？要从中间这样子切开是吗？对，从中间切一刀，发现是蛋糕。要来重置了吗？我们来切肥鸟。啊，这重置了，重置。啊，重置了。啊，不能切肥鸟了。切你想吃肥鸟啊？到底为什么我这一题最后会变成这个样子啊？出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样子啊！你是怎么有人可以把它盖成去死的样子啊？去死去死团，其实去死去的这个放闪就差不多意思了，差不多啊，没错啊，只要有第三者就符合了。肥鸟冰淇淋，是否保留聊天室的内容？哦，他说要不要清除了？就清除啊！因为我暗示哎。再次感谢您的回应，其实要自己清也行啊。F 3加 D 就好了。感谢你的回应。哦，对啊。好了，我们可以想一下，接下来
接下来是什么题目啊？要跟新年有关吗？还是有什么？新年的范围有点大嘛。嗯，对啊。我要看我还可以变透明人啊！那有时候都会有人变透明人。超过五个字。哎、欸，难得，难得。超过五字范围太大了。有没有新年主题啊？跨年时会做什么？这个好像很大。太大了。为什么都要用超过呢？没有那个限制字数，我们可以自己用就好了。对啊，我们可以自己限制字数就好了。建筑猜测阶段时匿名显示，这个应该要关掉啊。跨年啊，跨年是吧？跨年吗？还是新年有什么东西什么的？新年 I give you， 还是稍微偏一点，就是以生肖为主题的。生肖用生肖作为那个生肖的成语。来盖题。下一个是什么生肖来着？牛、啊。问题是牛的话，这样子的话大家都知道是牛啊，要不然就扩大一点，变成是用十二生肖的成语来盖题目这样子。哇，这样就只要四个字就好了。什么东西？不要这样，我们就不用按那个啦。我刚没听清楚题目是什么。十二生肖的四字成语这样子。嗯，这样。十二生肖的不限牛啦。只要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的有，然后是四字成语哦，不要给我再什么像一些什么俗谚之类的。所以是固定四个，哦、固定四个字。好难哦！一笑见美。没有吧，红豆，你这样觉得很难？拿起你的字典。我没有字典，字典这种东西国小过完就丢光了。上网查一下，马上就有了。我先依靠我现在记得，先想一想。好，先给大家一点时间想一想。动动你的小脑袋。我真的觉得，如果找个太热门的一定中题。我来 Google 找一个比较难一点的。我发现很多成语都是用谐音梗诶、欸，新年的时候。哇，魑魅魍魉啊，那个是。欸、如果像是那什么九牛一毛之的就不要了，因为他那种还有跟数字有关的那个会很麻烦，那干脆不要了。嗯，对呀、啊。那什么九牛二虎啊，跟九牛一毛这一种的就不要了。有里面有数字类的，那种就是纯粹是跟数字有关的，就变成是以量词为主，完全不要。嗯。一片空白。我脑袋也是一片空白。哟，我刚刚连续想了好几个，其实都是谐音，它本身没有那个字。哦，想好了，刚好找到一个。脑袋一片空白啊！没有，我出了跟鸡不会有关的，反正鸡一定会有很多人想出，所以我就把这机会丢给别人。鸡就很多人出，然后就又都盖成飞了。我直接干脆直接 Google 十二生肖成语算了。Google 一下。对啊，你最好把十二生肖成语打满，要不然他会写十二生肖成龙。啊，他的确会出现这个选项。What the？ 他很困惑。是要跟新年有关吗？不用，没有十二生肖，十二生肖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我想到的是兵荒马乱，我也不会什么。兵荒马，门内灭绝，不知道我是。你是不是接下来想要打什么星球崛起之类的这种完全不相关的那种成语、啊、也不是成语的东西出来。哦，飞电货人，直接变。好，我们9:05的时候准时开始啊。好，有一个很有形象化的题目。如果我们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有两个人撞同样的成语，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哦，我知道了。因为大家都不出鸡，那就是出今年的成语。不一定要说，不一定要只用牛就是了。
啊，你要选择牛也可以，选择十二生肖也可以，这是一个扩大范围，可是不会到很夸张的程度。那有限制说一个成语里面只有一种生肖吗？没有关系，其实是没关系。像什么兔死狗烹之类的这种东西，狐狸也不是啊。狡兔死，主要是不要出现那种什么九牛二虎这种就是都已经只有那些只有那个数字了。九只牛，两只老虎。对，你就要盖九只牛，然后要不然就是你要打数字什么，那就不要那种的。那很明显，你怎么想都只能干成这样子，那就不要。啊，慢慢想，五分呢？哇，好圣诞节哦！啊，在打麻将，我的东西怎么又不见了？什么东西？我被传到了，不是正下方。那你就自己传回来，是吧？没有啊，两只老虎不对啊，两只老虎不是啊。那三只小猪呢？三只小猪？该不会有想出三只小猪哦？他是小猪四哦。那是啊，问题是他有什么寓意吗？好像也没有啊。啊，他是一个梗吗？他顶多算梗吧，我觉得。教育部长说是成语啊，然后你可能去那教育部的那个字典里面字典，他可能曾经是成语啊，可能啊。我记得三只小猪真的是成语啊。哇！可是你真的会拿来当把它来当做什么东西用吗？好像也不会啊。三只小猪，成熟的语言成语。教育部收录三只小猪成语。不晓得啊，他里面一些字的发音都一直在修啊。啊，这种比较难以去断定，就干脆不要用啊。你为什么要执着于说要不要出三只小猪这种题目呢？哇塞，三只小猪的成语，它里面的那个一解释就真的写童话故事森林里有三只小猪，那就不是啦，那个根本就只是典故而已吧。而且教育部的成语典里面还有航空母舰呢，不知道怎么一回事。航空母舰。你自己去查，是到了。四字的都叫成语吗？那伊索寓言不就也是了吗？日向用衣，白雪公主。啊！手到有。为什么有三叉戟飞过来？谁在丢啊？他看能不能够插到一只红豆。已经插到了。哦，好。哎呀，那说明我射的真准。看凶手是又是这个 bug。啊，这样没问题吗？当然有问题啊！我怎么盖？啊，大家看到啊，对，大家看到隔壁在盖什么、啊？那大家就疯狂按当 building， 然后就一路传过去算了，直接重置。啊，这样现在怎么办？不是啊，好，我们上次好像是不是也按了圣诞节了，然后会出问题啊？还是不是、啊？当 building。对。可是你没办法按当 building 啊？可以啊，我按啊。你按有用吗？没有，对，人家全部人都按才知道有没有用啊。哦，这看是又要把伺服器重开，还是我们一直当 building， 然后拆移？一直当 building， 然后直接先一直当 building 看看好了，跳过这个回合。没错。好。哦，那个按钮按下去，直接按钻石按钮按下去。对，还有用命名牌，根据悟星所呈现出来的，哒哒，就命名牌一。哦，圣诞节有固定问题，所以还是不要按那个圣诞节主题的。是哦。嗯，史上最速，史上最速 building game。大家答案都是命名牌一，并没有，没有啊。瞬间所有人都一起当 building， 那
还可以看的、欸、天哪，还可以看。另一排一三，怎么什么下雨暗，那是怎么回事？太东西了，鱼跳龙门怎样？投鼠忌器，动得太快了，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而且你看那个画面是一大家所有人到一个画面，然后所有人被撞开，然后再传到下一个地方，所有人都被撞开。这哪里是哪里？鱼跃龙门，龙腾虎跃，命！西罗用了五秒盖得出来，命！又两秒盖得出来，看谁手速快。对啊。啊、哦！居然还这么多。哇、哦！什么都没有，空的。我们现在要重拆了，是不是？重出。你看到的都要重出了，要重出了。都要重出了。拿出个三只肥牛好了。好了，题目不是圣诞节，我把那张图拿掉。嗯，你在玩那张梗图，那个 gift 档是不是？有啊，不是我之前 po 的另外一张。然后，叮叮叮，然后外边有隐形了。嗯，我看洛林也隐形了，不能用三只肥鸟、啊。你如果讲三杯肥鸟，我倒是觉得可以、啊。三杯啦，三杯，我怎么三杯？三，哦，人三杯啊！请问我现在有一只肥鸟，应该怎么处置？三杯啦，都做成三杯就对了。三杯啦，这可能不是三杯就可以结束的东西。三杯可能做不完了。他说的那种杯可能是那个重量杯啊。好了，我先看一下还可以出什么？什么1500cc 那种的？哇，红豆隐形，红豆隐形，洛林隐形，大家都隐形。为什么大家都隐形了？为什么？不知道。耶。有些好难想，有些好不适合哦。嗯，啊，我知道，想到了，这个题目，不是啊，宫保鸡丁不是啦，宫保鸡丁不是成语啦，你们是这么饿是不是？天哪，今天就好啦，你们不要什么成语都拿肥鸟造成语好不好？你们真的是肥鸟造句。三杯鸡，肥鸟造句吧，是吗？这个肥鸟小故事啊，天哪！要四个字嘛，三杯要四个字嘛，三杯鸡不行，要三杯肥鸟。我总觉得题目可以改成那个当我们题目在当你想要把肥鸟料理的时候，请想我们把题目改成料理肥鸟的。你知道，其实我们好像已经出过类似的东西了，所以就别了吧。我们已经出过类似的了，说实在话的。之前已经有先例了，所以就我在查成语词典，然后我看到一个成语，它写"走马平川"，然后意思是待日后补充。到底谁在丢药水啊？哎呦，所有人都隐形。肥鸟用烤的才是上等美味，不是用炸的吗？哇、啊，林娜，林娜。无良炼丹师上线营业，林烈多他，无良炼丹师史上最无良的炼丹师上线喽！太糟糕了，这烟熏肥鸟，实现刚刚上礼拜梗，忘记以前不是可以打某个指令，它就可以永久隐形，忘记了。那我们下礼拜玩什么？下礼拜玩什么？下礼拜是小游戏啊。小游戏啊，对啊，所以小游戏玩什么小游戏啊？哇塞！要玩那个炸弹超人，还是要玩那个？问题是大家有没有是炸弹超人？我们可以来踢足球。那个 Blaze 那个不是就有那个吗？啊 ，Blaze Zone 吗？不晓得，我不晓得有没有所有人都有啊。还是那个什么？之前你不是有丢那个，也是那个哪一个 ？You Play 的。啊，这特技摩托车吗？特技摩托车我不知道可以多少人呢、欸，说实在话的。
查一下，我查一下。谁要凉拌肥鸟？肥鸟也太那个量太大了，根本不可能凉拌，好不好？那个我讲，肥鸟几只啊？肥鸟会几只？肥鸟几只？就是不是都有那种什么一鱼三吃，然后什么一牛？肥鸟一百吃，肥鸟可以几吃啊？一只肥鸟可以肥鸟百吃，肥鸟白吃，百吃是不是百吃还是白吃呢？白吃百种吃法，百吃肥鸟，百事肥鸟，百事，所以肥鸟一百只翅膀，还有一百只腿。哎、欸，我去哪里了？哦，我又不知道我到哪里去了，我还在隐形哎、欸。下面好了，请写下你新的题目，因为旧的已经被看光了。这个应该可以让观众满意。题目是，就是一定会歪的东西。哦，下去了。我觉得我是直接把教育部那个词典打开啊，等一下抽到我看不懂的词，直接查就好了。应该我是最边边的。不要在意，不要在意。我想看我的三叉戟能飞多远。你到底想干嘛？你怎么突然听到 headshot？headshot， you got headshot， fatality， first blood。哦，从我这个画面看，好像那个无限剑制啊。对吧？哎，我刚看到有一笔三叉戟插在我的那个顶端呢。哦，是啊，嗯，哇，那个年代的那个东西要怎么盖啊 ？Chick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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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的东西要怎么盖啊？找一下阳光，找一下阳光。等等哦，我突然想起来，我需要一个东西的辅助，我才可以用。还好我这有存，我有存一个那个麦块用的东西。其实我那个成语不是本身没有，而是它是以它其实是其他名，它算是大跟小的部分的问题。大跟小的部分的问题哦，大跟小的部分，就是说它其实是算一个叫做哎呦，至少我盖出来啊！哦，我都觉得我提不到谁盖出来，盖看就知道了。不是解释，而是说他那个名字上面就是他那个字，事实上代表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对，就是哪个，那个彩虹小马，不对。哦，原来 是不是坏掉了？你是不是坏掉了？啊，没有，那是观众讲的啦。啊，等一下，那之后我直接开我自己的那个手机的版本去查就好了。还有这个东西应该不花时间。到底怎么盖啊？有点想要直接放素材了。你有哪次不是这样子？你有哪次不是想放素材的、啊？不是啊，这个怎么盖的、啊？努力啊，用你的诚意啊。这谁出的？将杰森写下的内容，好，露出你的诚意。哇，我撞墙比较快，所以你的诚意呢？他的诚意已经撞墙。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嗯，但是东西我要一直菊花，怎么盖啊？毫无头绪哎、欸。嗯，这个点好像要比较长一点哦。改一改，我变特洛伊。你想木马涂层一下子？对呀、啊，但实际上并不是木马，只是看起来可能会很像。等一下，我。为什么感觉不太会？没想到直接放盔甲架，直接放一排。哦，现在是换你想木马屠城记的是吗？是啊，真的盖不出来没？努力一点，那个材料，努力一点。好的，这里。加油！我这
我真的要录马屠城记，妈就是你这混蛋杰森。啊。头在哪里？哦，放反了。我聊天室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竟然要我盖寻找木马？啊，好哦。什么东西啊？寻找木马？怎么回事？木马？哇，为什么让我盖寻找木马？嗯，哎，他这个工到底是？他住在背面是不是？他这个东西脸不会出来啊，这脸没有出来过啊。到底啊？我真的觉得剩下的时间我也干不出个什么东西来。Try it.那是要我这样，好像不能往下。哦，脸终于出来了，真他喵！这一只的脸真的是很难出来。到底是有多难？啊，这找不到那个脸呢、啊？哦，就是这么难。怎么？你又做了什么？盖出来，盖出来才有鬼。我走，我这个。好，我决定了。你又决定了什么？所有玩家的头颅。啊，我就会打那个。你知道你现在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很恐惧，你知道吗？我不晓得你的决定是想要做什么事。那我想要看到鸟罗本。哦，好努力。许愿吗？许愿文。那许愿文可能需要一点代价、哦。那代价是什么呢？你说像火烤肥鸟之类的吗？哦，西罗原来想要这个。献祭肥鸟召唤你。唉，我有接下来会有人讲说，那么要在哪里买得到呢？请关注封破的粉丝团，参与 CWT 的时候可以。我的困惑感超大的。困惑。怎么先这样子？当 building， 你还可以当 building。各位观众加油！我当 building 再开始盖。为什么是其他观众加油？不是我们要加油吗？对啊，你在跟谁讲话？啊！我也想知道哎、欸。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混乱了，没事，不要理我。哈哈哈！完了。干不出这个东西出来，我可以直接跟下那个抽到我的屏幕的人讲，我可以直接跟你道歉了，因为我干不出什么鸟东西来。够，看起来好像羊驼饭。哇，我这看起来头特别大，然后这个头有点像鳄鱼。肥鸟的 ID 是什么？我想要叫一个肥鸟的头颅出来。又啊，肥鸟！你到底有多爱肥鸟？没有，我只觉得他的头颅应该蛮好用的，在这个时候。新的 CP 诞生了。啊，因为两个都是食物类的。哦。你怎么可以抛下同一是海星的西罗呢？啊？相信相信。弄不起来，真是。嗯。不是，什么时候干我什么事？因为不是都食物类的吗？好像也不算了。可食用物品三人组，觉得还差。我不知道怎么干这个，这个意外的很。
很困了，就是这个样子。啊，不对，这不是。时间不多了，发现了一个比红屎还要好用的东西，再来。我刚刚想喝比红豆还要好用的东西。哇！那么要猜？哦哦。那请问一下，红豆的好用程度到底是多少？然后你现在好用的东西到底是多少？好用哦！啊，怎么？你是不是要评分一下？我加油！啊，放弃，就这样了。我简单盖一盖就好，因为我突然发现这只动物，我不盖大一点真的是不行。问题是我前面已经花太多时间在别的东西上。第四邮箱就好了。现在放弃就可以跨年喽！真的假的？快点跨！好像突然发出了其他我没有听过的声音了。是，哦，然后他回应说要跨就赶快跨啊，好凶哦！要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哼！好，简单改改就好了，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吧。这个又是啥火呀？这个我是知道，这个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剑呢、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啊？看不太懂啊！啊？怎么办？我想要把它往不是成语的方向猜，而且为什么剑很当 building 啊？啊？这什么东西？对，已经有人猜完，这个是什么？龙。洛林会太快啊！真的，木马屠城记出来了哎、欸！盖太清楚了，你要不要来救我？木马屠城记真的出来了、欸。到底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可能是，这我看起来，这我看起来像，哎呀，猪、牛、虎、兔、龙、蛇、马，啊，算嘞、欸，不是啊，我这看起来像鹿啊。指鹿为马，指鹿为马，不然还有什么？哎、欸，我看不出这个是什么东西，在这边全部都带头颅而已啊。那你好像抽到我的题目了。你这菜盖的是什么东西？我根本连看都看不懂哎。这是啥吧？我抽到那个题目，我也很纳闷，那是什么东西啊？它是成语吗？你确定它是成语吗？它是成语。嗯？这个是你说的那个吗？这是什么东西啊？大概是哦，还好像还真的些字嘞。哦，哦，其他的应该是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好没有让人懂得那个、啊、懂了，这看起来像狗还是像鹿的东西？然后重点是这个尾巴也翘起来，翘翘的，翘起来应该比较像狗吧？啊，我就随便猜，因为真的是看不出来。如果只是按只是按这个东西的竞争程度的话，应该就只是。我每猜到最后，这个根本连成语都不是啊。你看看它的材质跟颜色 吧，看看它有没有特别材质。对、哦，重点就是它除了一颗龙的脑袋，看起来知道跟什么生肖有关以外，其他什么都完全。对不起啊，那个龙的脑袋只是因为我叫不出别人脑袋放上去的而已。那也太烂了吧，那根本就这连那个都不是哦。那无关，那完全无关。那也太烂了吧，你这样我连动物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哎、欸。北鸟头。我可以直接跟你讲，那个，龙不完全有关，但是，基本上跟它的含义是无关的。啊？啊？
那你放那个头是干嘛意思？不是啊，你这样的话，我根本还是那，你这样的话，相当于就是说跟他他的成那个题目里面有龙这个东西，但是他的那个成语的解释跟龙一点屁关系都没有。哦哦，什么龙的传人是不是？某种你要打算黑白猜，你知道我更惨吗？你打黑白猜啊？那个，请问你要切多少钱的？算了，随便猜了啦。放弃了，那你果断的放弃了。哦、oh. ，好，哇，这个，哦、oh. ，这个开始，我来看一下，我可以放的。这个我可能要来一点绿色的。我需要看下这东西怎么把它做出来。好，一个参考来源。至少这个东西用。黑色的我决定拿西瓜来做，这个东西我就拿来当成木雕来做好了，就这样。我决定拿西瓜当素材了，我现在西瓜当素材，我感觉还不错。我刚刚听成你要拿西瓜当素材，吓我一跳。我觉得这个东西拿西瓜当素材差不多啊，刚刚好啊。对不对？只是它可能要横的啊，直的可能不大好。好像盖太宽了，糟糕。但还是要盖很大一个，要不然这个东西很不明显。嗯。有些真的是不怎么，这边有太多其实不怎么好看的东西。再补一个。哦。谁要薯片？放出来颜色不一样，糟糕！颜色不是我自己想象样子。哎、欸，不会吧？难道只要跟颜色有关的这个东西就是个大雷吗？这个跟大地雷一样的感觉。有色系哦。大概这个只要是跟色系有关的，我们来讲都是个大雷吧？能吧？啊，麦块的选择太多了。但我讲说它太方块，你盖很小的话，其实你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出来。是啊，对啊，把 scale 拉大，但是拉大的话要花时间。这是不是比较大？好像比较大。今天把它装扮的像一点，不然等一下要看起来像另外一种生物。啊，刚刚那个题目啊，有可能是你们讲那个啊，糟糕，算了，管他的，没有猜错就算了。啊，没有猜错就算了，已经来不及了。对，真的是。啊，可是当下谁会想得到那玩意儿啊？有像吧？不是啊，那边就只是，你看，那个太突发性的东西了，根本就，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是成语，所以我一直往成语的方向想，结果现在观众已经讲出基本上是答案的东西做的，啊，原来是这样子啊，跟成语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个题目是成语啊？那不是成语，如果按照观众讲的话，那个不是成语。我是没有去偷看聊天室啊，所以我不知道到底答案是什么吧。它有个中字吧？中字，我想想看，
来，我看一下我刚刚搜寻记录。它是不是打架的游戏？有个中字吗？没有，没有中字。哦，那应该就不是。哦。啊，有里面有两种生物。哦。所以它有"斗"这个字吗？有。哎、欸，那根本我猜对了吧？狗屁哦！不会吧？好，到时候我们看看最后是什么情况就知道。哎、欸，不会吧？我竟然猜对了！我觉得机会蛮高的。如果按照你这样讲的话，因为我的确是猜两种动物的啦，可是我不保证是两种动物。你刚刚讲那个字也有出现，斗嘛，对不对？对。看，太夸张了。哇！啊，接下来这一个之后，我们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对动物的认知其实超级薄弱。主角不好干、啊，不要把它干那么胖。胖、啊、就这样子了。什么？你刚才是肥鸟吗？形象有对，形象有对就好了。虽然 size 不大，多就是。哦，不够胖啊。不是肥鸟。啊！红豆本来想说些什么，可是想想还是决定说没有。讲了之后答案就出来，所以不能讲、啊。有人能理解，能理解。喂，不够怎么讲？不够高大。雄伟。但是这个时间内我能盖出这个 size 已经很 OK， 只是如果我没有盖出上面附着的东西的话，对吧？等一下我往另外一个方向歪过去。没有我想要那个东西出现。哎、欸，它能挂上去吗？这个不能，它一定要有个隐形的东西在后面，它才可以。它来接受、欸，还是我其实我这个样子就可以。啊，这个东西爆掉。有啊，这边呢、啊。不行。对啦，反正看起来不像。不要太小，不好看。到底谁在啪啪啪？不知道。你看杰森，我看到他亮了。我吗？对，我看到他，对，我看到你亮灯了。啪啪啪的时候你亮灯了。这样还有吗？越来越嗨，好嗨哦！怎么回事？真的越来越嗨了。来转一转，停一停。那我就是加这个。哎，不对，刚没有那么高，这东西没有那么高。就这个反而看得比较好啊！天哪，搞什么？刚那个东西垃圾跟鬼一样，看来取向错误。前一个是取向错误啊，这个就对了，颜色对了。应该说决定的盖法啦，决定正确的盖法就会盖得比较清楚。Q 版像素图，真的、啊。时间剩下一分钟。只剩一分钟啊！哇，这一边太小了，怎么办？我觉得歪掉了呢，怎么办？让它长大一点。现在已经来不及长大啦。
对啊，再仔细想一想，然后刚刚红豆那只有两只动物，它其实可以盖两只动物出来就好了。我盖出一个动物，可是我盖不出另外一个动物、啊。那也不是盖出来的啊，你根本只是盖出了跑道而已啊。你们有盖出来的东西是跑道跟栅栏的，其他都不是啊。想一想，根本就不对吧？反正按照他的那个意思，我有意思有到就好了。看，那是我正好猜对了，好不好？来不及盖完。还有这是什么东西？来不及盖完，不好意思，撒毁啊！啊，这什么东西？怎么就飘在空中了呢？这是什么？这撒毁啊！啊？椰子树哦。这是什么动物？这什么啊，哥啊？我可以爬上去哎、欸。这是什么东西？黄豆，你要看什么神秘的东西出来？我只是飞起来的。它就是飞起来的，然后你自己想一下。啊？它就是飞起来的，你自己想一下。飞在天上的。我没有飞这个字，它就是飞起来的。哦。不是，你这只是哪一只动物？根本看不出来啊。到底是哪一只呢？奶油狮哦，奶油狮，原来是奶油狮啊！啊，可惜蛇身上没有猫科动物，所以到底是蜥蜴还是壁虎呢？不是有一张图吗？就是猫咪的这那个在那边咬那个狗，拜托啦，生肖跟我换一下啦！我真的看不出来，杰森盖这个到底是啥回事，而且他已经。我可以透视看前面那题，我还是看不懂到底是啥回事。那重点是上面这个东西是安吗？还是什么东西？我根本……对，就是安，那是安，对，是安，是安，跟题目没关系。我只是想要说它是哪一种动物而已。到底是……我连小超博士都看不穿的是什么、欸？我的下一个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因为我真的盖不完。盖不完，不是，所以那个黄黄的东西，那个就自己。我可以直接斜线 skip 吗？啊，这猜不出来、欸。我斜线 skip 是比较快。猜鼠牛虎兔。对，这个真的是啊。哇天哪，这个真的是啊知道。看到我这边观众非常希望我，非常希望我把这我把某人盖的这个东西从白色的变成橘色的。嗯，你要给他涂上烤肉酱啊？应该是，看到我们观众非常想要我做，想要我做这件事情。你要不要以后就专门出一个 一系列那个料理节目档，是专门处理月八鸟的、欸？我真的想不出来、欸。大部分的话，我可能要回家讨论一下。哦、真的就是那种做家常料理，然后全部都是以鸡肉为主题，这样子。对，应该是。我们应该没有用是，我们应该没有用水鸡，所以应该是、啊。真的，还好前一题能够看，要不然我真的会看到爆炸，特别是前面跟。前一题跟这一题的颜色完全用的不一样的情况下，我真的是很头疼。嗯，还以为红豆要猜航空母鸡耶，这答案也不错，我要改答案哦。谁被你猜啊？哦，还有一场啊，还有一场，还有三场。你告诉我这是什么？不是啊，你们对这个动物是不是有什么偏好啊？每个人都用这只动物耶，天哪！这个成语有没有错啊 ？What the heck？每个人都喜欢这个，有这种成语吗？我 Google 了一下，他是说这是日本俗谚，好吧？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直接去查教育部的那个重编国语词典修订本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找一下生怪蛋了。我这个好像不能用生怪蛋。我发现每个人都很喜欢拿这只生物来用，天哪，这没问题。我可以放陀螺。第一个部分不知道怎么盖。
反正稍微盖大一点就没什么问题。我先这样弄。我这个中午没办法让生怪蛋放出来啊。树叶是长怎样？哦，除非要逼我放出一只中介龙。你又是龙？你怎么都是龙啊？你会天生啊，怪我喽。又虎又龙又马的。对啊。哎、欸，不要讲出来啊。嗯。别说我的东西怎么盖好了。不许挑战我。我打这个生物出现的是暮光森林啊！暮光森林 ，Hydra。可是他跑出的是九头女妖，跟这个东西一点屁关系都没有啊！嘿 ，Hydra， 你要打英文啊？可是英文就会变成暮光森林了。不是，我要盖的东西跟暮光森林一点屁关系都没有。好像是。大概也是。啊。哎呦，吓我一跳！怪怪的。好，没关系，反正剩下就拿另外一只动物来补。来帮他加个眼睛好了。我感觉看起来太单调了。嗯？啊，找要走那只动物的。的动作，要不然的话很容易盖错。我一直听到我的 CPU 在加速的声音，我真的觉得。可是这个是。Building Gun，你会。你那个会这样子、啊，是我突然好想要听壳晒干架哦。我突然好想要听壳晒干架哦。Mush， 哎，差不多了。接下来要来一个，用什么颜色比较好啊？绿色。啊，我盖出一只就已经很痛苦，我可能还要盖个三只。不错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一些苦其心志。哦。盖那么大只，麻烦。模仿前人的盖法。模仿前人的盖法。对呀，模仿先人的盖法。先人。所以叫先人模式是吗？先人。先人，快点用你神奇的魔力想想办法。哦，每放一颗龙头，我眼睛就黑掉一下。黑了，黑了，好，黑了，黑了五五。当 building。啊！哇，怎么这个烟好烦啊？烟是烟，你家的烟。眼前的烟不是烟，看山不是烟。好，然后接下来是
决定了那个我的。这关没办法直接灌上去，就是麻烦。我的这个下两层好了，下面就没烟了。后面加一点花纹，需要水桶 ，water。是的，我加的水。想把这个水啊，这个东西，你说要盖，真的还不好盖。我发现这只动物的盖法很麻烦，哇，比想象呀复杂太多了。哎好了，我遇到麻烦了嘛？我现在找第二只，第二只动物。啊，嗯，我怎么找不到了？水包，你去哪啦？我记得它是白色的蛋。嗯，我看到了。嗯，好像也是用白色的。嗯，感觉这个东西不是我不会盖，是我根本就搞不太清楚。我抓不懂这一只的轮廓，欸，天哪，糟糕，欸，你显得很丑。抓不到这只轮廓，是我发现我盖这只的时候会有障碍。只好盖成 Q 版的了。哦，这样子吗？嗯。CP 温度越来越高了，应该发生什么事了？有没有虫虐待它？温度高可以来烤肥鸟肉了吗？好吃，又烤肥鸟。从刚才六十几度，现在变到七十几度，我觉得害怕了。当大家有争执的时候，不要担心，烤肥鸟就对了。烤一下，哼哼，烤一下嘎嘣脆是吗？啊，就这样吧。七十秒，这个只能够盖类似的感觉，因为这个真的有点难啊。So difficult， 对，这真的是我盖过麻烦的东西。主要是我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很低啊，所以我就不晓得怎么盖好。传说的生物也没有到传说啊，只是就麻烦。Legendary 啊。如果是用盖的，这个当然放怪的话，当然是简单。可是这个东西你要放比较复杂的东西哦，要手盖的话，真的有难度啊。我抓不准它的那个，没有到传说品质，所以只有紫色品质。这不是金色咯，还是要对啊。反正至少再怎么样都比没有，都总比那个。只拿头颅就好了，比这头颅好太多了，是不是？这是什么？有啦，大致上可以啦。不是啊，这边有后面两个字，这个字就出来了啦。哦，哇，好多肥鸟啊！哎，我好像对这个词有印象。啊？啊？哎，我不记得这是什么东西啊？等一下，这个又是……我真的觉得我越来越想要斜线 skip 了。好像有两种说法。你怎么每次都想 skip 啊？而且我可以直接往前透，看到前面两题的东西耶。这个是什么？它好像有类似的词，好像两种都可以。我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呀，啊？什么东东啊？我看前面的我还是不懂哎，奇怪。
我看了前面两个，我更不懂了。如果是这个的话，也太艰深了吧？匿名的人怎么这么的有学问？只是正好看到那个就拿来用了。啊！我要看一下那个成语表。哇，这个不常用这一个成语啊。这个只有在这个考机测、学测的时候才会出现题。对啊，类似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在考机测，下次叫机测吗？然后打我不知道啊。你可以打航空母机呀、啊。好，航空母机就又是航空母机。又航空母机哦。反正最后一次了，歪龙也是最后一次了。歪龙吧，好，来个就让他歪吧。没有人要来盖你的题的回答了。多屌！操作！Unicorn。老实说，这个东西一出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绿毛虫。绿角兽比较接近马吧。哦，麒麟那个就是长颈鹿吗？梅雨，我怎么麒麟梅雨到底是什么东西？长麒麟梅雨就是那个东西，直接麒麟就好了，就不用长颈鹿了。没有，最后才讲长麒麟梅雨。不是啊，你没有听懂我意思。长颈鹿在当时就被称作麒麟，所以你只要讲麒麟就可以了，就可以代表长颈鹿三个字了。我记得长颈鹿的台语是也是麒麟，不是吗？麒麟不会麒麟是麒麟咯，麒麟咯，麒麟鹿。啊，这个会有密集恐惧症。美女，我找不到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我大概知道了，洛林应该是在我后面。我有点想要把那个题目，我的答案改成航空母舰。那个那只脚就不要管它了。我先想要改成航空母舰，要死大家一起死。Unicorn，Unicorn 那个，对呀，那个中介组就不要管。所以你要驾驶你的衣服吗？驾驶你的衣服品牌，启动的 Unicorn，Unicorn 的。他好像之前有跟两者好像其实真的有联合推出模型吧？我印象中 ，Unicorn 之前有跟那个班代。合作推出那个，你现在大概要去网路上找那个看他们有在卖。是 Uniqlo 跟那个假面骑士的合作的衣服，然后买衣服送那个原型卡带，那时候的那个街拍原型街拍。哦，这个吗？对，结果那时候因为没什么人订，现在你要买原型街拍，网路上一只要买到3000多块，要死了。好了，开始。龙蛇混杂，那只是龙吗？看起来超像那个咕咕之的，我知道是小火龙。对，小火龙。可是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咕咕和方吉那一只的感觉。那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盖呀、啊，它超难盖。还好有盖火尾巴，没有，就是有尾巴有火的方吉。我是猜龙蛇杂处，因为两个好像是差不多的东西。对啊，这是哇，西瓜龙哎、欸，一只龙一只蛇，所以这是什么呢？好色龙吗？龙蛇混杂，绿毛虫混杂，绿毛虫混头，毛虫跟龙，没有，我猜对了，杂虫哦。可是我出的是龙蛇混杂，啊，原来是我出的鳄梨鸡群哦，鳄梨鸡群，一堆鸡呀，这样我可以中奖了。没有看到后面的这个很强，这个很强。两只鸡跟一只鹤，你这个很像是什么体操节目之类的，跟着大哥哥一起做体操哦。然后旁边是小孩这样子，腿短站不起来。我忘记把这只鸡给杀掉了。他疯狂的扇动他的翅膀，超好笑。啊，那只是参考用。鹤立，应该说鸡什么？你知道我刚开始看以为这只什么，你知道吗？我以为它是鸽子。所以是割什么？割鸡皮？没有，我随便猜，又真想不到，不好趁他打航空母舰呢。你哪边看到的青蛙啊？天哪！
是航是航空母舰也行啊，这个就是鸡在飞啊。没有，这边是想要的航空母舰。招兵马，抱歉啊，那个马，抱歉，那个马我不会盖啊。我、哦、冰豆是盖出来的啦，可是马是那个钱，我看不是钱在哪？请问哪来的兔斯狗？你给我解释一下。我把那个马完全看成狗，我完全看成狗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不会盖马。哎呀，招兵买马，兔死狗烹，这个非常明显是兔死狗烹。哦，这耳朵也太长了吧！哦哦，兔子杀了！哇，这里还有只狗哎、欸！哇，这一把剑，好可是兔中兔中剑，兔中剑，谁能拔起这支剑就可以号令所有的兔子。啊！戴着狗的面具，手举兔子剑。那什么龙争虎斗？哇靠！还真的是哦。啊！这个猜得出来。没有啊，龙争虎斗没有龙争虎斗。你看他意思是那个，就大家是差不多。该怎么讲啊？你知道观众他的解释大概就这个样子。你知道观众一开始要我写的是人中之龙。哦，打咩打咩？龙争虎斗真的盖不完，我把它打完。龙争。他吃什么？这个我龙盖完要转回来盖虎的时候，已经超过一半的龙头蛇尾。差不多意思啊，没有盖完，所以龙头蛇尾了。对啊，对啊，龙头蛇尾，龙的头蛇的尾巴。啊，可惜了，这个盖的不错，可是不对的。龙头龙，不行，刚刚那一瞬间这太冲击了。画蛇添足，为什么会变成画蛇添足啊？同时吸我啊！他可能只看到蛇那部分了。我刚刚去 Google 龙头蛇尾，发现它是日本的俗谚，还真的有这种东西。嗯，还真的是什么陆行生哦？是啊，我靠！哎、欸，这组好像没有歪的样子，这么厉害、啊？为什么旁边有一把剑呢、啊？拿剑干嘛、啊？我好像猜中也是很强的，到底拿剑是要冲啥、啊？哎、欸，这个很难盖、欸，可是有盖出来。两只牛 大牛跟小牛啊，牛牛、yeah. 还有羚羊。等一下，我有个疑问，这时候第一个不是牛，后面两个都是牛，到底发生什么一回事？人变成牛了啊！惊悚的事实啊！惊悚小故事，人变成牛。看这个竟然没有歪哦，太夸张了吧！太棒了！天马行空，天马行空哦，这个马，这已经是鳄鱼了吧？马不知脸长啊！鳄鱼啊！啊，至少猜得出来。然后先不要移动。我跟你讲，看这个东西，我真的看不出来。我是看回头看后面前面那一体的样子，我才猜出来是天马行空的。这个没有任何作用。啊、你这我连是不是马我都看不出来。欸、我还要帮他放鞍呢、欸。不是啊，你就放鞍，我顶多就我猜的可能还是问题是黑色的啊。你偏你把鞍敲掉，它都算狗啊。你其他颜色偏不跳，偏跳个黑色的，还以为会猜成猫、欸啊。我差点猜成飞龙在天呢、欸。没办法、啊，我用马的身冠上放出来就是全黑的嘛。我差点干成飞龙在天的天哪、啊！天马行空。你把婆婆，我盖到四把有加，独角兽，马嘴呢？你这个应该是什么气球，然后弄出来的模拟出来的样子吧？好了，看起来像中介龙了，可以了，可以了。谁这个时候跑进来了？没有啦，我断线了。哦，没有，那下面可能要加这个东西，有没有？太。你那个是有角三倍数是不是？你知道我本来是打算盖那个圣斗士。好，加油那个。下面的。哎、欸。那个是什么？那是气球吧？这个。气球吧？哦。里面是空的、啊。我让它长得越来越像独角兽。下面应该加，我觉得下面应该加这个。所以你的意思说你要强调它的脚吗？不是啊。气球，再往下看，气球。我觉得这样才对啊，这是气球的意思。又是气球啊，对啊，又像气球，青梅竹马，木马涂层。你知道我是往前看了两个，我才猛然发现它可能是青梅竹马，你知道吗？青色的最后一个，我先看下一个，这个是椰子树跟马，椰子树跟马，然后上面有个竹，就这一个。
青色的梅，我光看这个，想说，你知道我刚才青梅啊，对啊，没有，你知道我有绿色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吗？什么？我以为只是树长青苔而已。我还以为你会猜成椰子。你一定是因为旁边那边写竹嘛，才意识到的。没有，我就往前看，啊，应该是青梅竹马。啊，然后哦，盖了很大的一只马啊，这只马看起来稍微正常了一点呢、啊，可是我还是觉得盖不好。第二种盖法的马，然后旁边这一棵树真的是青色的梅、啊，就青的、啊，就是竹子啊。反正先盖个竹马出来，觉得没有错，好像也没错啊。你怎么可能跟我讲竹马吧？竹马，狼骑竹马来，竹马就是两个男的啦。结果赤鲁先生跟青梅竹马没有歪。天马行空，我要看这上面这个马，我看起来那一瞬间突然的那个我脑袋浮现那个猪的画面。马最后三题勉强算没有。我发现马好难盖哦，天哪，马真的超难盖，我盖不出那个韵味啊。你看我都把马盖成那个样子，然后长得像不像啊？该会变成那个草泥马。你是好不好？我都把马盖得很像鳄鱼头了，你知道吗？那个鳄鱼头真的很好笑。我把马盖得那么像狗，然后还在天上，然后被你说不是马。问题是你那个谁看过去，你真的不会觉得那像马、啊？对，我看过去我有鸟啊，我什么东西？没有。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它浮在空中？第二个是这是什么动物？第三个这个是鞍吗？好吗？你对一个美术都是零分的人讲这种话，不然就我把 Minecraft 好像差不多呢。我毫无美学概念，好吗？就觉得、啊、怎么这么难以去理解？不是，但是我盖那个马，我突然想到那个天马流星拳，然后就把它，哇，真的是把盖。那你就盖个星矢出来，我们大概就知道了吧？对啊，为什么你不转把加翅膀盖出来就好了？那为什么你不盖个星矢出来呢？那个有点难盖，你知道吗？对啊，不是啊，就是不能够，还是要黄金装。那是黄金圣斗士，那不对了。那你要也要用天马的、啊。对啊，这黄金好像也是有天马的、啊。黄金装没有啊？你说那个那个应该是黄金化了吧？对啊，那是黄金化、啊，所以还是有金色的啊。它有啊，可是那个东西出现的时间超级短，那你还不如用基础形态就好了。黄金十二宫是射手座了。天马上去的话是射手座，嗯、星星矢上去的时候好像接的是射手座，没有错了。对啊，接射手啊。到，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圣斗士星矢根本就还没有完，根本没有结束。我也不知道，没有、哦、好像根本没有结，好像还没有结局，没有实质意义上的结局出来。不是，他好像后面一直出，后面一直出后续代数的样子。新的那个射手，新的天马座啊。对啊，新的人啊，然后找新的那个什么的，然后新死就直接变那个黄金圣斗士啊，对吧？就更后续了。我说是本片他原本的时候好像是新死陷入昏迷，然后就在那边就，你现在在帮这匹马做针灸是不是？他长须须啊，太多了吧？鬃毛，马的鬃毛，这个是落箭用太多的后果。而且涂错地方，都主要涂在背部上。要不要刺猬？哦，长胡子了，长胡子了。上刀山。虽然我们今天那个，虽然我们最后的画面是在马这个地方，可是就明年是牛年，不要忘记了，明年是牛年，跟马没有关系。那是不是要把画面转到有牛的地方，对，我们转到赤毒情深第三个，第二个吧。我比较喜欢我的牛，第三个，第二个比较好看啊。第二个就是木雕啊，木雕嘛，木雕牛，木雕牛。耶、我是对第一个感到那个非常的，那是人，不是这种是这样可以猜得出来是赤毒情深，真的很厉害、欸，怎么猜的、啊？你太夸张了！等一下这怎么透明声音？我真的觉得也蛮强的。
到底什么把？到底什么把人拆成那个的？拆成牛的，超厉害。没有，我想说刀，然后想说啊，四毒新生。跨年台应该不会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有一方面我还有尾牙，一方面我这个东西还没剪完，我到时候应该还要后置吧。啊，包括什么木雕，还有我想起一些像什么朱敏吧，朱敏盖的那个什么的那个木雕系。牛流马。哦，我发现这样要搓好久啊，让它变刺猬好久，它会自己消失。对啊，过一阵子就消失了。啊、不想让它当刺猬了，麻烦。麻烦。那就把你当这边好了。可是它的那个，可是它那个珊瑚啊，真的是就。一定要放在水里面，要不然他就直接可以直接死掉。对啊，他当场死亡给你看了，就没遇过那种的。三叉戟牛。好了，那我们约定关在这边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啦。对，我们明年再见。我们明年见。明年见。八八八八八。